想保持水嫩弹性的美丽肌肤，更需要及早保养与呵护。由国际植牙权威陈俊龙博士与常春藤名校布朗大学医学博士黄胜志联手创立的医学美容中心，以先进的镭射技术，强调不需开刀的微整美容，有效修补流失的胶原蛋白，积极呵护您的美丽肌肤。那我们现在提倡就是30岁以上的女性，现在甚至于很多男性呢也会常常来我们这边做镭射。现代医学研究指出，皮肤的弹性水润与白皙光滑取决于皮肤中的胶原蛋白含量。然而胶原蛋白从20岁至25岁起便开始逐渐减少流失，缺乏胶原蛋白的皮肤不但弹性减低，更容易产生皱纹，需要及早修补。越早开始保养皮肤效果会越好，就是说你等着它胶原蛋白流失太多了，皮肤很皱，不管打肉毒杆菌也好，打这个镭射也好，你打完了以后还是看得出来有这些皱纹，那个时候我们就可能建议要去做手术，那就没有人现在没有人喜欢动手术。医学博士黄胜志坚持运用最新高科技的镭射技术，以无需改变皮肤内在结构的微整美容技术，提供您卫生安全且无副作用的健康亮丽肌肤。我们这台新的镭射机器就是 Qtera 啊，它就是非侵蚀性的，也就是说呢不会让你流血啊。市面上有些机器就是比较强啊，有些病人没有办法接受，会很痛啊，甚至于长水泡的有。但是我们这台机器呢，就是比较没有这个危险性啊。这台机器呢，有四个探头，就是可以做来电波拉皮，美白回春，还有脉冲光，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年轻女孩子喜欢做的这个镭射除毛。暑假期间，为回馈广大爱美人士，黄胜志医师特别推出夏季补水焕新颜大行动。其超值的补水套装是结合全美最新原创的水嫩焕肤与回春镭射深层洁肤超强补水精华导入，刺激胶原蛋白修复再生，三重功效同时作用，帮助肌肤轻松应对加州夏天阳光辐射，让肌肤光鲜亮丽水当当。记者潘礼明、叶宏志洛杉矶采访报道。